一波后，就动这个黑钱好了。黑钱我没啃啊，没啃不管他，就打他。进你输出怎么够？开大招也要追，没啃一加，奔腾跑了。亚龙反过来一打，哎呀，没有杀掉这个卢娜，吃了一个黑加连，查一下，碰不给了个大招，这小应该杀不掉了，小鱼又被反杀掉，牛头被板空了哟。这个 sexy 颁布，这个没啃是好伤啊。